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护照，准备好自己的护照放在手上。哎，楼上的女人躲在那儿，你看我腿短，我腿短。你去手套。你坐十七啊。十七。这里是吧？好，你坐。一下飞机就接到酒店去了，现在正在去酒店。我这个动作很迅速，可以出发了。又哭了吗？哎，不是，你家是哪里的？我家是住广东。啊？我家是住广东。广东的。对。辛苦你们了，辛苦。你好，欢迎回家。你好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呀？刘威龙。啊，没事，你可以直接。李威龙对吗？刘威龙。刘威龙，给您量个体温。14343。体温36.1，然后给您消毒一下双手。您有行李托运吗？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，我们给您进行一个行李的登记。好，然后那边可以取房卡上去。好，谢谢。先生，您的房间在13楼，您的行李6小时之后会送到您房间门口。好的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。稍等，电梯来了，您再过来。欢迎您回家啊！啊，辛苦你们。我这个全都拿这个薄膜贴起来了，哇！给这个隔离期14天备了2箱水。备了2卷纸巾，每日给您提供3餐，工作人员会准时送到房间门口，还有个体温计，做的太细致了，也只有我们中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事情，我觉得其他国家的人根本就不重视。然后厕所里边准备了什么？准备了消毒片，还准备了洗衣液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2条毛巾。牙刷牙膏都准备好了。天哪，这工作也太细致了。上了南航的飞机到这里，最看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然后看一看我的午餐是什么个样子的。这午餐很好，有这个炸鱼片。果然这每个房间前面就有个台子，就是放那个饭啊，然后行李啊，还有各种物品的，放在这里，敲一下门他们就走了。